怎么没有被烧烂？啊？炭是用啊？什么鬼？是酷狗啊！我不是炭，我怎么知道？就是炭啊！什么鬼？你把树砍下来，然后你把它烧了，然后它变炭，那为什么它还可以继续烧？所以你要在它还没变成灰的时候把它灭火，知道吗？对啊，我说什么鬼？那它就是干掉了树吧？那为什么它变黑色？什么鬼？神奇的木炭，木炭的一生就是烧，烧。